400只，谁卖什么东西，咱谁都知道。175。拿着这个，我进去叫价。25，这块多少？这块有个10斤左右吧。哎，我进的。行吗？这儿，这110的话，116的，110。这块，他们想进儿子这儿去啊。走。我还不完呢。262，二百六。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。您回去自己绞去是吧？啊。行。医生好，别买。260吗？对，260。哎，这挺好。可能这样来，别系带啊，就这么。没有前者了，没有前者了。来，那边瘦着过。这肚子、角色都一样的。一样的，这边血脖子也都拉没了。你还不知道咱们这血脖子多肉。好事。这边都拉的多深了。好猪肉。来个14、15斤。走吧，你又哪来的？22，说得22多。14斤多，行吧？4斤多点。313。多多钱？你腰高点。是吗？还有。你看半天，你看一下，我其他你也要。这是卖啥？您不知道呢，这是我啥样？350。这是230，10斤多，一共543，540。行吗？还有啥？哦，对，猪肝是吧？还有里脊是吧？啊，里脊呀，这个猪肝。哦，猪肝啊，我给你拿去。你这一说这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2块肉，500多。这猪肉吃的怎么样？好吃的，吃的甜的。好吃吧？我生这块一年四季都在上他店里买的。他吃他的啊！一年四季我都在他店里买肉的。一年四季都在他那买。都在他店里买肉。啊！他家的肉质量可以。啊，还蛮好的。蛮好的是吧？啊，我们也是外地人，我们都是去干活，都向他店里买的。啊，这米线，来，你放哪？双好。那你们这是从哪儿过来呀，大哥？我们就在这里干活，广西的，广西的啊，这是干活的啊，在这边干活，哎，这又吃香啊，这放后边，再见三年都买他的肉，3年了都买他的肉，对，从来老客户了，买个别人一点肉，老客户。估计都买个10多斤，嗯，就是天天每礼拜六或礼拜日，每天都来，对，3年吧，来真正的老客户，忠实老粉丝了，这都是。是吧？对，来点肉去。540吧，540。